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金台南汽车，今天为您介绍的车是2016年 Mazda 的马六，颜色是白色的柴油车，2200cc 的排气量，四块低顶级型，里程数101872公里，全车原版件，天窗，双电动椅，好的盲点，原厂保养。接下来就来看看这台车吧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2016年 Mazda 的马六，颜色是白色的柴油车，2200cc 的排气量，里程数101872公里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赶紧预约上车吧。实在就是 SUM。